经济刷刷的，经过几排，经过几排，哪来会哪精彩？哪来哪精彩？咱今大家，咱是一心共同，咱来欢迎，来支持咱黄韵涵的郭台铭董事长。所有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国瑜，在这里特别拜托，这一次立法委员跟总统的大选，我们冈山地区。我们赶紧的找片黄韵涵，要拜托大家全力催票来支持。立法委员投第一号黄韵涵，总统二号韩国瑜，拜托拜托，谢谢谢谢。已经啊，演讲，咱这黄韵涵来，大家坐下去嘞。黄韵涵嫁到你妈里了。